跳舞多年无人晓，一发定位天下知。不是清纯少女追不起，而是沪上阿姨更有性价比，一直舞蹈引得无数男人竞折腰。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她的生活。安逸妮妮来自上海，第一次看到她的视频还以为是舞蹈爱好者分享自己跳舞的日常，不少网友表示刚刚想刷过去，但看到定位的那一刻直接整个人都惊呆住了。家住在上海翠湖天地区惠都，房价28万一平，一整套房子买下来比自己的手机号都要长，中彩票都要连中16、7才能买得起。不少网友调侃道，原来这才是真正的沪上阿姨，究竟是何德何能才能在短视频里面看到这里的业主亲自给我们跳舞。知道的是普通人不吃不喝恐怕这辈子都买不起这里的房子，在很多人看来汤臣一品已经算得上是上海的高档小区，而这里的房子更可以被称为是豪宅里面的豪宅。或许住在这个小区里面的他并不是刻意的去炫富，但是很多人在欣赏他曼妙的舞姿的同时，更注意的是他身后这价值不菲的豪宅。不少网友都表示，20多块钱一杯的沪上阿姨有时候自己都需要掂量一下能不喝就不喝，但住在28万一平的房子里面的业主亲自给我们跳舞，就必须得停下来去欣赏。这短视频给我们带来的福利，很多人都开始在评论区里面发挥自己的才华，土味情话可以说是一串接一串，根本就停不下来。有的人表示自己很想去巴黎的卢浮宫看一看蒙娜丽莎，亲眼见证一下这幅画的神奇，但现在看起来自己没有必须要去了，毕竟现在它已经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。虽然他并不认识自己，但却抵挡不住无数男网友想去认识他的心。也有不少网友深评论，远看像林志玲，近看像关之琳，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她就是我的达琳，不知道这是多少男人心目中的白月光。视频里面的妮妮妮经常会身穿一袭古装跳一段很经典的古风舞蹈，看起来舞蹈功底十分的深厚，一看就是对自己有着超高标准的严要求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她被不少男网友亲切地称为是古风美女，各种各样的舞蹈她都能够手到擒来。而她也在不断地学习更多的新舞种，除了喜欢跳舞之外，她可以说是十分的多才多艺，拿起画笔就能够画出一幅令人惊艳的画作。只不过很多人还是被她有钱的内在所吸引，她的家里面摆放的东西看起来都十分的昂贵，如此沉默不语的炫富才让无数网友心生羡慕。看完她的视频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